样子。小林心里闷，你落今仔日吼，阿车咧走，已经太少了，走不了。阿你阿车就爱等。越南的独立宣言，所以后来他过世之后，我们才决定把他的遗体放在这边，就是在这里面的、啊、哦，他的遗体。其实我们这样做是，这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因为我们国父说，如果他过世了，就要把他的遗体火化，他要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国父一生也是都贡献给国家嘛，都没有娶老婆，都没有后代。而在他在过世的时候，南百年，是他在1969年，所以他的愿望就是想看到南百年的一天，就是能听到。所以他说把他遗体火化，然后一半放在百越，等到全国统一南百年之后，一半放在百越。所以后来我们的领导人没有照他意思去做的，因为第一他是我们的。再来这边看哦，这些你看，来这边啊，来前面大家看到就可以是现在的。11:20，那我们呢？半个小时够了吧？在哪里？半个小时哈。下来。对。我是，阿无头拄阿个。
要钓起来去讲。讲好啊！这讲好，我已经看到在放假。我娘行得好，不要紧。中国第一个啊，等到第八啊。嗯。写中国字的。够准啊！你唔知啊？在这边才景袂较水啊！哦，你来看这边才景。哦。这镜应该是袂歹，真正是水的。啊。谁那一家？一家？谁那人拢一个？谁那咱那两个？你咱家己的，咱拢无多通讲，是吧？人家的，假装出来。
哎，老板，哎，我前面过山洞啊。阿妹啊，昨天我都丢个那干架子了，这呢，我不是叫到吗？这是这座来讲最值得一看的鹿龙湾，哎呀，想特地你去咱看，哎呀，这是想特地咱看。这样呢，我注意到看，里面排队。哦。哎，遮大边啊，遮大两边拢有种即个啥种稻啊，稻啊吼，所以讲起来拢足水啊。而且系讲，迄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你安尼感觉暗蒙蒙啊，过着个一个。会得个另外一个风景，一个惊喜啊！呢，要主要得看呢、啊。
奶介绍一下。奶糖奶蛋奶的粉丝。接触的别有那笑容般的。这不是现在是电脑了。啊，人不是就安尼尔嘛，就。这个结果真的是水到了，进入机场要回去啊，有啥物看法？好耍无啦？哈？好耍啦！好耍哦！风景水啊！风景水哦！好啦，连抓要出来，要搁出去。有啦。啊。有啦。